怎么过去呢？哦，要这样过去的。哦，好难哦。棒啊！你小朋友坐那个去了。妈，我觉得他那个手不要牵，不要拉着旁边，因为他那个脑袋也会磕到。你看别的小朋友做，就是头往后仰，头靠背。手不用扶了。对。哎，这样好一点。啊，我试一下。爸爸试一下，看看这是什么样的背景。要不要站高高的，小布？看不看？看再高一点可不可以？可以的。哇，那有点厉害哟。不玩了哈。